人类为什么对狗狗如此痴迷？一，狗狗能让人产生快乐。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养狗，都是因为养狗能产生快乐。因为在跟狗狗互动的过程中，人的大脑会触发可爱效应，分泌大量多巴胺，让人产生了快乐感。二，狗狗能减少人们压力。现代人的压力是很大的，所以不少人为什么会痴迷养狗，大多是想要通过养狗来减轻压力。三，狗能保护人们安全。养狗可以很好的保护人们的安全，还有财产安全。就算主人不在家，只要狗狗在家，就不用担心会被盗窃，所以出门上班也会很安心。四，狗的一生不会背叛。狗狗是唯一不会背叛主人的动物，它一生只认一个主人，只要你对它好，那么它就会永远陪伴你。五，狗能活跃家里气氛。狗狗会让家里充满活力，就算自己一个人在家，只要有狗狗陪伴着，主人也不会感到孤独。六，狗狗能提高主人的睡眠，特别是对于容易失眠的宠主来说，晚上抱着狗狗睡觉，或者是让狗狗睡在旁边，都会让自己感到安全。